坐在后座的女子突然说，赶快去高铁那里，不要让后面的小远等太久。他们机车后面根本就没有人，只有一个破旧的娃娃。说到嘉义最阴森的鬼地方，除了民雄鬼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蓝潭水库了。会被称为蓝潭，据传是因为300年前荷兰人在此地操练水军，所以蓝潭旧名也被称为红毛皮。现在这里除了是观光景点外，也是目前台湾自杀率最高的水库，几乎每年都有人跳下去，光是去年就有10个人在此溺毙。所以嘉义有一句俗语，蓝潭没加盖，就是在影射蓝潭是轻生的热门景点，而且来这里运动跟钓鱼的人也经常遇到灵异现象。蓝潭当地的派出所有一名员警透露，他在半夜巡逻经过潭边时，只要看到有人站着不动，他几乎不会上前盘查，因为他怕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其实这里从很久以前就有鲤鱼精抓交替的传说，流传说水底住着一只巨大鲤鱼精，很多大鱼都是他的手下，如果你在这钓起一只大鱼，没多久就会发生溺水事件。传说是因为鲤鱼精在抓一个人下去捕缺饵。不止这样，这里还曾发生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，像是自焚案跟诡异的情侣自杀案。这是去年发生在蓝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。2019年的9月9号晚上，有人向警方通报说，在蓝潭三信亭旁的水面上发现一名女子的浮尸，而且堤防边还停有一台奇怪机车。警方到场后将女子打捞上岸，但是身上没找到任何证件，现场也没留下遗书。于是警方根据机车的车牌找到了一名黄姓男子的父亲，才知道溺水的女子跟机车的拥有者黄姓男子，他们是一对情侣。经过十个多小时后，警方在蓝潭水库也找到了黄姓男子的遗体。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，发现他们在凌晨4点左右坐在堤防上聊天，过程中还比出合体的爱心手势，可以看出他们感情很好，完全没有任何自杀念头。之后红女躺下来看着天空，黄姓男子却突然转身爬下堤防，红女发现后似乎想了一下，之后也跟着爬下去，而他们也就没有再上来过了。警方后来爬下堤防查看，发现堤防高度有2公尺高，离河边有1公尺长的距离，从距离可以推测不太可能是摔下去后溺毙，而且警方在岸边还有找到几罐空酒瓶。虽然黄姓男子的父亲向警方表示，3个月前儿子才将红女带回家同居，也没听过他们有在吵架，而且最近也正积极找工作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自杀。不过根据红女闺蜜的说法，两人都因刚出社会，经济还不稳定，常常为了钱吵架。红女还曾为了缴清罚款卖掉手机跟戒指，又加上男子有毒品跟酒驾前科，或许有可能是因为男子即将要入狱，心情差，跑到蓝潭喝酒解闷，结果喝醉酒走入潭中，女子看到后为了救他，结果就造成这场悲剧。诡异的是，不到一个礼拜后，这里又传出溺水事件。48岁的杨姓男子跟邻居借机车外出，然后打电话跟邻居说他现在人在蓝潭水库后就没再回应了。邻居担心他发生意外，急忙冲到现场找人，结果在三信亭旁亲眼看见男子跨过栏杆跳入潭中，虽然他立刻就报警处理，但也为时已晚。有名网友分享到嘉义出差时遇到的怪事。那天他在凌晨时在民族路附近的豆浆汁买宵夜吃，买完后当他要走回旅馆时，有台机车突然停在路上，机车上面是一对男女，男子的眼神看起来非常的空洞，
而且印堂跟眼睛整个发黑，如果硬要解释的话，应该说只能看到一点点眼白。后来机车上的男子问他嘉义的高铁要怎么走，他在比了一个方向后好奇多嘴问他说，这么晚了去那里要干嘛？这时坐在后座的女子突然跟问路的男子说，赶快去高铁那里，不要让后面的小远等太久，小远去完高铁后还要回蓝地王等时辰，然后我们还要带小远回去蓝潭。网友表示，那女子的音调让她现在想起来全身都会起鸡皮疙瘩。整个对话过程中让她感到最毛的是，他们机车后面根本就没有人，也没有其他机车在后面，只有一个破旧的娃娃绑在他们机车后面的扶手上。遇到这对诡异男女，他安慰自己说，可能是他们有吸毒，说话才会这样颠三倒四的。之后当他在经过旁边的红茶店时，买饮料的客人问他，刚刚那对情侣问你什么？他照实的跟客人说整个经过，结果客人听完后表示，刚刚那对情侣的机车最后座载着一名头发很湿的女子，然后抱着前方的女子，而骑车的男子前面则是有一名小孩抱着他的肚子，而且还一直瞪着你看。客人在说完后要他隔天一定要到九华山地藏庵那边拜拜，其他的叫他不要乱想。就连红茶店的老板娘也说，这位客人的工作是关于宗教的，叫他千万不要铁齿，一定要去庙里跑一趟。后来客人还说，那是他们那边自己的事情，不论晚上有什么情况都不要理会。听到他们这样说，他回到旅馆后连宵夜都没胃口吃了，虽然很快就睡着，但是睡得很不安稳，一直梦到被问路的片段，就算睡到一半被吓醒，再次入睡后还是同样的梦，让他忍不住碎念说，现在是怎样啊？是要跟魔戒还是哈利波特一样拍很多集吗？声音是从窗户那飘来的，我住在九楼，窗户外的声音一定是幻觉。声音再次从窗户那飘过来，当他听到声音后立刻就冲到楼下的柜台大厅，一直待到早上九点才敢回到房间。在七点多时他就跑到九华山地藏庵拜拜，当天晚上就没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了。这是一名网友分享的灵异事件，他妹就读嘉义大学蓝潭校区，某天晚上他妹打电话过来，很慌张地说，他刚刚跟同学去慢跑，同学回来后就变得怪怪的，叫他赶快过去看看。网友问说是哪里奇怪，他妹表示同学本来是不会讲台语的，现在却变得很流利，而且身上还有种奇怪味道，更诡异的是孩子说要去蓝潭的凉亭。网友听完就立刻出发到学校，当他看到当事人后整个傻眼，明明是个小女生但感觉就像是个老阿伯。之后他问女学生说，阿伯你是对哪来？少年的没说事情啦，白目孩子没跟教师姐怎么会？阿伯别这么坏啦，有的好好说嘛。后来当网友在抽烟的时候，女学生还跟他说给一支烟来认识一下吧，他听到后感到很惊讶，不过还是拿了一支烟给他。女学生很熟练地点了起来，他妹看到后当场傻眼。后来在经过谈判后，对方同意放过他，条件是要烧金纸跟莲花给他。在他们谈好条件后，女学生瞬间就瘫软在地，过了一阵子后才醒来。当她醒来就一直哭说她看到有个阿伯在她身体，网友跟她说已经没事了。之后网友问她妹，女学生到底是做了什么白目事情，
他妹表示，他们刚刚去蓝潭慢跑，在经过凉亭时，就聊说有个阿伯在凉亭烧炭自杀。当时女学生就说，这样也能烧炭死掉，也太厉害了吧，真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网友在听完妹妹说的话后，忍不住就往女学生的头扒下去，骂她实在太白目了。隔天，她开着车载着妹妹和女学生，买了一些青纸跟莲花去烧。诡异的是，烧起来的烟雾一直往那女学生飘过去，让她被熏得很难呼吸。网友看到后就说，你不是想知道阿贝是怎么死的？他现在让你知道了，你就赶快跟他道歉吧。之后，女学生很诚意地跟他道歉，事情就结束了。